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，第五百八十二面，五百八十二面第五行，啊，第五行从当中看起，啊，第六正精进者，以无漏之，应勤心精进。 去涅槃道苦，这个八正道啊，它以正为标准，其终极的目标呢，都是。 大半涅吧，也就是说，求得圆满的果德，啊，宗门所说的明心、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前面。 我们学到正命，啊，无漏智通处三业当中的五种邪命，这个三业是身口意。 总的来说，一切偏邪不正都应当放下。啊，有些细微地方呢，往往我们大意疏忽了。其实，佛在经上讲的很清楚。 我们无量劫来，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太多了，有意无意造作的罪孽。前面我们提到安、啊、世高大师的故事，这是高神传里面《高僧传》里。 记载的有，啊，安石高法师也是塞人，他是安息国的王子。安息国就是现在的伊朗。汉朝时候称安息，唐朝都是称波斯。 他的父亲死了以后，他做了半年的皇帝，啊，国王，以后把王位也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修道了，啊，修成之后，他跟中国的缘很深，到中国了弘法，往生在中国。 啊，是中国佛教早期翻经最著名的一位大德，啊，他翻的经翻的好，跟罗什大师一样，采取意义。中国人特别喜欢他翻成的经典，《无量寿经》，他有翻译，非常可惜、啊，失传了。 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东晋时代距离汉朝不太远啊。我们晋中处处会员大师，当年在庐山建立念佛堂。 志同道合的一百二十三个人在一起修这个念佛求生净土，都往生了，这是无比的殊胜啊！圆工大师传记里面记载着，当时所依的经典就是一部经《无量寿经》。 那么很可能呢，就是按时高翻的本子。那个时候，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，所以净土啊，只有一部经。 啊，这是出足员工大师的时代，啊，全都成就了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员工传记里面告诉我们，他曾经呢三次。 在定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可古人确实有修养，他从来没有给人说过，这没人知道，他不说。最后往生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有限期。才告诉大家。 啊，过去见到三次，现在极乐世界又现前了，他要往生了。这往生之前才告诉大家。啊，同学们问他极乐世界的状况，员工说跟经典上讲的一模一样。 啊，这就证明，世尊在经经典上所说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如来是真于、实于、如语、如句。事实是什么样子，他就讲什么样子。啊，不增不减，取信于大众啊。 屈信于后世啊！啊，安世高在中国翻新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，他就到南方，啊，现在的江西，去度他的朋友，啊，洞庭湖的龙王。 这个龙王在过去生当中啊，他们两个是同学，啊，也非常用功，明净好使。啊，很难得的一位好法师啊，通达经教啊，又喜欢布施啊，啊，就是一点习气，都到出生道了，但倒也没成就。 啊，西气就是风味，风味是吐蕃，在外面，我们那时候是呃，古印度啊，佛陀在世，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吐蕃。啊，每一天出去托钵，托到饭菜很好了，他就很欢喜；饭菜不好不合口味啊，他心里很难过。嗯，就这么一点毛病。 就障碍他道业，死了以后多出生道啊，学生。啊，躲、啊、在学道里头啊，这个蛇修行成了龙王，因为他明心有智慧，所以这个神就很灵。 啊，真正是有求必应。他又喜欢布施，所以的福报很大。啊，传记里面记载的，这个龙王庙周围一千里就很大了。啊，周围一千里的这个地方的呃群众啊，都拜这个龙王，香火鼎盛。 啊，龙王灵验的有求必应。啊，尤其古代交通里面最方便的，就是行船，啊，这最方便。啊，那水路啊，这个航行呢，这拜龙王，这是习俗。 啊，你去拜他，供养他，你在旅途上啊一帆风顺，啊，他保佑你，他真灵。你不拜他，你不理会他，他就会找你麻烦，啊，让你一路都不平安。这习气嘛，啊，这个神道的习气如此。 所以龙王知道，他寿命快到了，啊，也知道他的同学安世高是得道的高僧，求他帮助，求他超度啊！啊，安世高知道，啊，所以已经告一段落。 就特别为这个事情，到宫廷湖去帮他。安世高还没有到之前，龙王就托梦给庙竹，就是这个庙里面的住持，告诉他：啊，过两天有一位高僧。 要到这个地方来看我，啊，说明他跟他的关系。他这次来是来超度他的，啊，把他所有的财物，啊，就是设防供养这些财物，要这个主持全部交给安世高。 啊，请他用这个钱呢，去建一座佛寺，江南第一个佛寺。啊，以这个功德帮助他离开出生岛。啊，所以安世高到达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啊，寺庙里面都知道了，啊，特别欢迎他。 啊，安世高为他说法，对着这个形象、啊、为他说法。啊，说的一些话呢，大概都是梵语，一般人听不懂。说完之后，就告诉这个龙王：“你出来现身，给大家看看。” 啊，他也很听话，慢慢就从神龛里面出来了，是一条大蛇，很长一条大蛇，啊，大家看到了龙王真正的面目啊！以后又回到神龛里面去了之后。 这个蛇就死了，啊，所以现在呀、啊，他那个地方叫蛇村，啊，蛇村就是这么来的，啊，这个古迹现在还在啊,啊，安世高带着他这些供养，再往南走，从赣江。 就是现在的南昌，啊，在南昌建立一个佛寺，为他建立的，啊，这个是江南佛教第一个寺院，啊，龙王奉献的，啊，安世高去把它做成功的。那么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也是坐船吗？ 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他船头向他礼拜，啊，穿白色的衣服，一个一个年轻人，暗示告告诉大家，那就是龙王，他升逃离天了，啊，现在是天神来感谢，啊。 也是有有个好同学帮他忙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好同学，他这个龙王死了之后，他会多恶道啊，他造了很多业啊，谁替他修福呢？这个故事。 给我们的启示：人不能造作业，啊，人心地要清净，要平等，不能有好恶，啊，不能有分别之处，他的毛病在此地。 啊，我们看他这一段故事，这个出家人算是个好出家人了、啊，啊，明净好事啊，还多出声道，啊，那我们想想自己，我们对明净好事没做到。 啊，惊叫不明，没有智慧；不好布施，没有福报。啊，他多在出生道，能做龙王，是有福报有智慧。 啊，我们如果多子三徒，跟他相去远了，不如他了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道理，不能不懂。啊，不懂呢，不要去想它，越想越错。 要怎么办呢？多读，多听，啊，听不懂多听，遍书听多了自然就懂了，遍书念多了也会懂的啊，古人所讲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千遍念下来，你心定了。 啊，所以读经，我们在报告里面讲的很多啊,啊。读经是实际上真的修行呢，界定会三学一次完成，恭恭敬敬的读，啊，以真诚清净心来读经。 啊，读经的时候，如同面对佛菩萨，啊，听佛菩萨开始。这就是持戒，啊，得一遍一遍的读这世界。啊，时间久了就得定了，三昧习气。 啊，通常应该在三年到五年一定会得三昧。现在有人做，真如此，得三昧，三四年一定开悟，纵然不能够大彻大悟。 也可以达到大悟，啊，彻悟，那是真过了。那个境界里头，一切法全通了，是一经通啊，一切精通。这个方法早年李老师教我，啊，我跟他师弟。 听他讲经，他不准我记笔记，啊，他要求我专心听讲，啊，在讲经这两个小时当中，决定不能有妄想，啊，要把精神集中，专心听讲。 你才有悟处啊！会听经典，听教理,理，你明白了，一切经都贯通了。没有学过的，你都会了，都懂了。啊，这是上上根。 啊，如果不是上上根，我们做不到，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听教义，听义理，啊，义理是局部的，不是完全的，啊，我们修净土，修净土，经的义理通达的是净中的。 这些典籍就能贯通，与镜中相应的典籍也能贯通，啊，没有办法全部贯通，能贯通一部分，这都叫会听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老师不让记笔记，记笔记你就会这一部行，再换一部行，你就不会了。 啊，所以我跟他十年听他讲经，我没记过笔记。啊，这就现在人所说的“活学活用”啊，不要死在文字里头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还有一个。 专门记笔记，记得很详细。啊，我跟他两个方式完全不一样。但老师不障碍他，更新不一样。啊，老师对每一个学生。 多了解，我们同学二十多个人呐、啊，对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，啊，这是个好老师，高明的老师。 现在在这个时代，遇到这样的老师难了啊！师生的缘分可遇不可求啊！到哪去找去？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去传法也不容易啊！传法的学生什么条件呢？给注释，最重要条件就是听话。 啊，所以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，肯定学得出来。啊，老师讲的阳奉阴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啊，决定不会成就。啊，一定要依教奉行。啊，最重要的。 你要搞清楚，方法要搞清楚。理论跟方法你都懂了，怎么修法是活的，你自己自然就会，不必要人教你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只是讲经教学，没有带领大众修行。啊，为什么修行？ 在个人啊，个人根新不相同啊，不一定是一个方法啊，所以法门无量啊，《大乘经》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。 修行的方向目标是一个，就是清近平等觉。啊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，能够达到清近平等觉就对了。啊，清净心是正觉，平等心是正等正觉，后面那个觉呢是无上正等正觉。 啊，所以“清净平等觉”这五个字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义，它的意思。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是“无上正等正觉”。啊，学佛是求这个东西，啊，可可别把方向搞错了。啊，不是求。 功名富贵，不是求升官发财，不是的，啊，是求清近平等觉，啊，或者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无上真正等正觉。那么，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那我们想的。 正精进啊，亦无漏智啊，应勤心精进呢。精是纯而不杂啊，不能修乱了，不能修杂了。进是进步啊，不能退转。 啊，那么中国古老教学法里面所教导我们的，很符合精进的这个精神。啊，中国用这种教学法用了几千年了。 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前面的八句，第七句、第八句。啊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教育。 中国人最内行，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像英国汤恩比这一流的人物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深刻的研究。 他尊重啊，他佩服啊！啊，中国古人有教育的智慧，有教育的理念，有教育的方法。 有教育的成果，有累积教育的经验，举世无双啊！啊，你展开中国历史，世世代代有大智慧的人，有大福德的人出现在世间。 啊，有福有德，啊，智慧有福德，啊，怎么叫成的呢？中国人懂得胎教，啊，做母亲的时候怀孕他就懂。 中国古礼上讲，有怀孕之礼，有这条啊。啊，这个里面讲什么呢？最重要是讲，怀孕的时候，做母亲，起心动念影响胎儿。啊，起心动念会影响。 言语造作就更不必说了，啊，所以怀孕这十个月当中，你要想你的小孩好教，啊，将来长大容易调教，那这个胎教就比什么都重要了，啊，这十个月当中，你像过去周文王的母亲，这是记录在历史上。 怀孕期间，目不识物，色啊，眼睛看东西，不善的东西、不好的东西不看啊，耳不听淫声。 啊，耳听声音，这个声音不善，啊，言语不善，啊，音乐不善，不听，啊，口不出恶言，啊，说话的时候如虎。和温柔，这什么对胎儿有影响？ 啊，知道啊，起心动念、淫语造作啊，都会影响胎儿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学什么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修《弟子规》呀。你真正把《弟子规》在家庭里面落实了，啊，孝顺父母，孝顺公婆，啊，友爱兄弟姐妹。 啊，和这个邻居和睦，啊，胎儿就端正了，啊，将来他出生非常好教，啊，这个根扎的好啊，小孩一出生，睁开眼睛他会看，竖起耳朵他会听了，啊，所以他的父母。 凡是接近他的人，都要守礼。嗯，表演给他看，做给他看。啊，是中国古谚语有所谓啊，“三岁看八十”。啊，三岁他从出生，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。 虽然他不会说话，啊，这一千天的教育就叫扎根教育，啊，这一天他的印象就太深刻了，他到八十岁都不会改变，啊，你看这种教育，外国人找不到我，只有中国人懂。 啊，圣贤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。啊，成圣成贤，成佛成菩萨，啊，肯定父母负责尽职啊，不但生你养你，把你教好了。 从这个根基上，你才能成身成贤。你没有这根基，不行啊！啊，现在说从三岁再开始教，来不及了。他已经学坏了，你怎么教他？啊，现在我们普遍听到，做家长的人说儿女不好教，做老师的人说学生不好教。 当然，为什么呢？扎根教育说。忽了，没有人去做了，也没人懂得，也没人说了。啊，在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有说的，说的人很多，做的人也不多。 大概抗战结束之后啊，说的人就没有了。啊，我在二十岁、二十多岁以后，就很少听到人讲了。啊，小时候常听，啊，特别是。 十岁之前，已经祭祀了，懂得死了。啊，常常听人讲家教啊。啊，那么中国中国人，古代的时候，教学的底蕴还是非常深厚。 虽然丢掉一两百年了，现在真正有人教啊，还行啊，还能够把它找回来啊。我们如果真正希望社会安定、世界和平啊，人与人之间。 不要有冲突，啊，能够互相敬爱、互,足互助合作，只有靠中国传统教学。除这个之外，你想不到第二个方法了。所以这个方法太重要了。 啊，那么中国教的是什么东西、啊？《弟子规》，你看看总纲里面所讲的七桩事情啊：孝、悌。 谨慎泛爱众而亲文，而亲仁，最后是学问。前面六条都是得了做人基本的道德啊，第一个要讲孝顺父母。 其是友爱兄弟，尊长敬信。啊，这时候又提到啊。敬是精神呢、啊，啊，信是信用啊。佛法讲的，不忘语，不念时。 不欺于不沃口的信呐、啊，言而有信呐、啊，啊，然后把这个德行扩张，啊，不但爱父母，爱你的家族，你也能够爱亲戚朋友，爱邻里乡党，发展到最后，凡是人皆需爱。 超越国家的界限，超越种族的界限，超越信仰的界限，就是文化的界限。博爱呀、啊！啊，亲近圣贤，亲近有德行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向他们学习。 啊，最后你还有精神，还有能力，你才可以学文艺，啊，丰富你自己的精神生活。所以，中国的教育核心、指导核心是伦理。 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，啊，几千年传统的教育没有离开这个范围啊。最高指导原则啊，我们今天把祖宗东西丢掉了，不学了，社会乱了，啊，地球灾难现前。 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啊！怎么去救呢？把传统老祖宗东西找回来就救了，救了自己，救了社会，也救了地球啊！这要找上真正觉悟的人啊！真正觉悟人，他能带头干。 啊，不是真正觉悟，啊，他做不到啊。啊，那属于能说不能行啊啊，修法是讲的，不是真智慧、啊、真智慧是能说能行。 啊，我这一次去访问日本，是第七次，住了半个月，半个月哪里都没去，就是讲经，一天四个小时。啊，住在冈山小镇，这个小镇以前我在那里住过两次，啊。 那个两次都是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在日本冈山召开的。我对这个小镇印象很深，这个小镇居民很朴实，很难得。 啊，小镇里面的年轻人，都到外面去打工了。居民多半是年岁老的，啊，还有小孩、妇女，啊，都很老实，没有贪心，知足常乐，所以社会风气好。 人非常善良，啊，就是日本一般农村大概都是这个现象，这个样子，这农村很可爱呀、啊。啊，如果能够把传统文化来推动，那是个很好的地方。 人民好教啊！啊，一个地方做好了，能够影响到一个县、一个城市，啊，会形成一个传统文化典型的。 小区啊，从这个小区慢慢，它就会影响它的邻邻近，也能够让全世界爱好和谐的人来学习、来参观、来学习，对化解冲突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啊，会让许许多多专家学者重新建立信心，这这是大好事情。啊，我在日本，希望日本天皇能够推动啊，啊，不但能救他的国家，也能救全世界。 所以，像这样的好事，那我们真的是要真清净啊！以无漏人这个无漏前面讲过，绝不夹杂个人自私自利、名文利养、啊，绝对没有。这叫无漏智。如果还有个人的名利在里头， 啊，有个人的私心在里面，你就全都破坏了，智慧就没有了，智慧贬值，变成什？变成知识？啊，智慧里头绝对没有自私的，知识里头有。啊，就要勤心精进。清新清新 样样都要进，都要求进步啊！啊，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，啊，文化，各个领域、各个方面都要求进步。啊，那么现在。 我们如果细心去想一想，现在有的地方啊进步太快了，有的地方呢退步了，有的地方啊完全消失了，啊，这就是灾难的现象。这个社社会文化它不平衡。 啊，我们中国一般人一般人讲反常了，啊，常是正常，与正常相违背了就反常了，啊，反常人要受苦啊，反常是错误啊，啊，常是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。 永恒不变真理的核心是亲爱啊,啊，在中国伦理上讲啊，父子有亲呢、啊。那种亲爱，那个亲爱不是学来的，是天性，是自然。 我在日本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就在冈山啊，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，在冈山，他们当地的同学啊陪到我。 就观光旅游，因为我开会只有三天，完了之后啊，陪我去日本那些名山啊去访问，有十几个人跟着我，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啊，推着一个小车，带着他的小儿子四个月。 啊，我们在路上散步的时候，我忽然停下来，我让大家来看，你看看小孩，啊，四个月，父子有亲呢，就在这里看出来了。啊，你看他的母亲，对他的这个儿子，四个月大的儿子，四个月大儿子不会讲话，你看他的眼神，你看他的动作。 啊，他对他妈妈那个爱，很容易看到啊。啊，这小孩没人教他，那母亲也没人教他，出自于天性啊。啊，五伦里头父子有亲呢，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。那么，中国教育就从这这发生起来。 教育的目的呢，是希望这种爱能够一生保持不变。这就是孝道啊！这是中国教育头一个目标啊，天性的爱永恒不变、啊、第二个目标是把这个爱发扬光大啊，从他。 爱他的父母，展开来爱兄弟姐妹，爱亲戚朋友，爱邻里乡党，啊，再展开爱社会、爱国家、爱人类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理念呢、啊。 从这个地方延伸，才有君臣，有义，啊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啊，基本的道德观念建立了。啊，五种常道。 永恒不变，就长吗？啊，这五个字：仁义礼智信。仁就是仁爱，就是父子有亲这种亲爱发扬光大了。人是二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对待一切众生，要像对待自己一样。啊，我怎么样对待自己，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。这是人呢、啊，推己及,及人呐、啊。啊，我希望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先要怎样对人。啊，意义是寻理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出，要合理、合情、合法，这里一好啊，三方面都顾到，理、情、法啊，这叫意也。 礼是礼节、礼貌，就规矩。啊，人与人交往一定要有礼节，没有礼节就乱了，社会就乱了。礼里头讲求尊卑上下，不能错乱。 啊，中国从汉朝到满清两千年，用什么治国、啊？用礼，比法好啊！里里都有钱呢、啊，啊，里里都有义，所以中国号称礼义之邦。 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从汉武帝定了这个制度之后，用孔孟学说来治天下，啊，中国这个地区就成为礼仪之邦。 啊，离下面是智，这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，而不是感情，感情容易误事啊，所以人要有智慧，情里头。 有米智可以帮助他纠正他。日常生活，待人接物，用理智，不用感情，情转化成智慧，这是对的。 啊，幕后是心。人也越信了。啊,啊，人得像个人呐、啊，人要有信用啊，首先要信自己，信自己的本性是圣贤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话。 人之初，性本善。相信自己本性本善。大成经上，佛教给我们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要学佛，第一个信，信我自己本来是佛，你才能成得了佛。啊，你学佛学的不成功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不相信自己本来是佛。 啊！你学习传统文化没进步，因为你不相信本性本善，特别是大乘佛教，你进佛门来接受三规传授，三规传授完全讲自信。 你三皈依，皈依谁？皈依自信佛，皈依自信法，皈依自信神。你去看看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怎么传授三皈的？啊，我们今天皈依念的这个誓词，皈依佛，皈依僧。 归一法，归一僧。慧能大师不是这么讲法的。慧能大师的三归依啊，是归一觉，归正，归一然后再加以解释。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生者净也。啊。 我在最初，啊，二十六岁学佛，看到《谭经》，就感到非常惊讶。他为什么这样讲法？啊，那在我们想象当中，应该在唐代，啊，能大师那个时代，佛法传到中国来，差不多有七百多年了。 时间久了，越传越魔了，啊，就是三宝啊，被社会大众已经有误会了，他才会这样说法。如果是政治正真见，他就不必这么说了。大家对于三宝呢产生误会了，所以他不能不这么说。 啊，把三宝的真正意思说出来。你皈依佛是皈依自信觉，不是外头来的；皈依法是自信正的正知正见呢。八正道里头啊，正见、正思维。 啊，皈依僧呢是自信净，是清净心的。啊，我们这个晶体里头的清净平等觉、啊，啊，清净是净，是僧宝，平等是法宝，觉是佛宝，所以这个晶体里头居住了三宝。啊，觉正净都在这部经上。 啊，这一部经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不是从外面的。释迦牟尼佛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。啊，阿弥陀佛的自信跟我们还是一个心，这个自信。 人生万法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从哪来？从自信变现出来。啊，怎么变现的？为什么变现的？这个道理都在《大乘经》里头。啊，你好好的去读，你慢慢全都明白了。 所以佛法是大学问，佛法是教育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，或者我们简称佛陀的教育，它是宗教啊，但是不是现在一般人。 对于宗教产生了误会，啊，那个对宗教的看法是错误的。一般人看法，宗教是迷信的，这个错了。他根本不懂得“宗教”两个字怎么讲法。啊，中国人解释“宗教”两个字，啊，你就查字典，“宗”怎么讲法？ 教怎么讲法？宗教合起来怎么讲法？啊，那个字典上写的很清楚啊。啊，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。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尊崇的。啊，大众。 所尊重、所崇仰的教是教育、教学、教化啊，合起来，宗教是什么意思？宗教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 那佛教完全符合，一点都没讲错啊！啊，这两个字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，不要把它解释错了。 啊，那么佛教在先前社会确实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。啊，真正的佛教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育、尊从的教化，现在好像看不到了。啊，在中国三百年前。 你也可以会看到，我这次在日本问日本人，日本人告诉我，四百年前，他们的佛教是教育，啊，你看对《无量寿经》的研究，啊，讲解，这个风气啊，超过中国。 啊，日本的祖师大德对于《无量寿经》的研究可下了功夫了，留下来的著作非常丰富，啊，重要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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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注解、这个、有二十多种啊，啊，如果加上次要的，大概到六七十种，这么多，而在中国只有两种。 啊，所以他们告诉我，四百年前日本佛教是重要的教育啊，现在衰了，现在宗教教育没有了，名存而实亡啊，现在宗教什么跟中国一样。 以金灿佛寺，啊，祈祷，为亡灵诵经，以为这个主啊。这样一变呢，就变成现代人所理解的宗教迷信。 啊，为死人服务的，这大家听说宗教都是这个，啊，宗教里面搞祈祷，啊，佛教里面诵经，这都是属于祈祷，啊，那就像我们现在做三世心念，啊，各种法会呀、啊，统统是属于祈祷。 这一些东西，在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，从他开悟就开始，他三十岁开悟，七十九岁圆寂，没有一天不讲经。 没有一天不教学。所以他真的是教育啊！这些祈祷式的宗教的时候，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学佛，我对这个有疑问啊，为什么？ 教育变成了搞乞讨啊，为死人服务啊！那个时候，我向道安法师请教啊，这是台湾一个好法师啊。我第一次去日本，就是他带过去的啊，他组织一个访问团。 好像有三四十个人，这个团很大，啊，到日本玩了二十多天，啊，这头一次，那一年好像我四十九岁，啊，不到五十岁，四十九岁，啊，跟他老人家去的，他告诉我，他说应该呀、啊。 是唐明皇带头的。怎么是唐明皇带头的呢？唐明皇遭到安史之乱，几乎亡国啊！啊，得力于郭子仪这批将军，把这个动乱平息了。 死了很多人，所以在每一个战场啊，明皇都建一个寺庙，叫开元寺。开元是他的年号啊。这个寺庙建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，像中烈祠一样这种性质啊，追悼。 战争当中死难的军民啊，请出家人到这里来诵经超度，啊，是在讲那个时候是追悼仪式，真从他开始的啊。帝王这样做了，所以以后民间啊，有老人过世啊。 也请出家人去念念经，是附带的，啊！但是我们能想到，那个时候，老人过世能请出家人去念不经，啊，念个佛送一送，肯定都是富贵人家，普通人家不会做的，啊，这些大官贵人。 大富长者啊，才有这个机会去做啊，慢慢演变到民间普遍就能做了，延伸出来的啊。但是一直到清朝，康熙、乾隆年间，四月安堂。 还是以教育为主啊，而不是金蝉发挥，不是这个啊，都是教育。这个教育，皇上管的，归皇上管。宗教教育啊，道教都归皇上。 啊，儒家的教育、啊、归宰相管，在中国，佛跟道了，是皇上管，啊，完全变了，教育没有了，啊，完全以金灿为主了，这就是现在所所谓的宗教，应该是慈禧太后。 啊，因为慈禧之前，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，啊，他们都是有皈依师父的，啊，所以有过失啊，皇帝的老师师父啊，啊，学佛学道的，啊，只有慈禧对佛法。 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尊重了，他自称为老佛爷，啊，把诸佛菩萨都贬一级，贬到他下面，他跑上来去了，他是老佛爷，上行下效啊！啊，这个国家领导人这样做法，让其他的人对于。 佛教的这个教学就收获了，冷淡了啊！慈禧到清朝亡国大概一百年了，这一百年的是这个当中啊，佛这个佛教大幅度的、啊、推转了。 宗教教学少了，到民国就更少了。民国年间讲经受法的法师只有十几个人。在隋唐的时候，一个寺庙里的讲经法师都不止十几个人啊。你说全国有多少？留下来这些著？ 著作多丰富啊！你到大藏经上能看到啊！啊，所以佛法兴衰这段历史不能不知道。怎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一定要把它原因找出来。啊，我们如何再恢复？ 啊！不能恢复传统，我们就遭受灭亡。佛教灭了，传统文化灭了，中国民族灭了。啊，国家还能不能继续生存？ 有问题啊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读《七绝之，读《八圣道》，感触很深。 七觉之八正道是正法的标准呐！啊，他们终极目标是大半涅槃的。啊，现在学佛的人，他目标是什么？升官发财，求佛菩萨保平安。他能不能求到？ 求不到，那是迷信啊！那佛门当中常说，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是有这句话，这话不是假的啊！佛是教我们怎么求呢？你懂得理论。 你懂得方法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你一定会得到啊！啊，佛给你讲道理啊！啊，你求发财，能不能求到？能。对什么说？命里头没有财，啊，命里有财，他自然就发了；命里没有财的。 佛菩萨教你这套方法，你去修，你就能得财富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身体不健康，烦恼、习气、毛病很多，活得很痛苦。 啊，你想活得快乐，活得健康长寿，行，佛有方法帮助你。你把这些道理学会了，方法学会了，一教修行，自然就得到了。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。 没有福报，前世没修，啊，也也没有寿命短命的、啊，啊，过不了四十五岁啊。那我的一生全是老师教的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是财布施来的，才明了。 啊，财布施，他得,得有才行啊，才才能财布施啊，没财怎么办呢？哎，没财呢，有内财布施，这以后我们才知道啊，什么叫内财啊？内财是做义工啊，做义工，我们身体不是，是服佛服服劳役啊，啊，用我们智慧布施。 啊，这也属于财。这个比外财是功德还大啊！外面才那个时候我实在生活太苦了，每个月得点那一点钱，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。 那就饿不死而已啊，哪有钱不是啊，老师问我一毛钱也没有，可以行，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一一块钱勉强也行。老师告诉我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，你要常有布施的心，要有这个念头，你要去真干。啊，我们听话了，就真干。 一毛一块怎么不是、啊？那个时候开始就逛寺庙了，在寺庙里抄经。经书买不到啊，啊，想读的经那只有去抄啊。哎，看到有人印经，拿个纸单来，啊，凑钱印经，多少不拘，我们写个五毛，写个一块。 啊，还有放生的，啊，也是拿个纸单子来的时候，大家凑钱放生，啊，那一毛两毛都不都不拒绝的，啊，就这么修啊。三年之后，效果就出现了，啊，收入就多了，多了就多时。啊，老师教给我的，他说，越施越多啊。 越多越是别留啊！以后做了印光大师文钞，明白了，完全跟印光大师学习啊！印光大师是十方供养。 他老人家只做一桩事情，印经布施。啊，我一生跟他老人家学，就干这一桩事情。啊，印多少书你问我，我记不得了。啊，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得了。 啊，以美金计算，这么多年来收印金布施，啊，至少超过一个亿以上的，从一个亿到两个亿，那清仓不知道啊。啊，现在送钱给我不要了，我年岁大了，不干了，不干,不干这个事情，叫奖金不施。 每天四小时讲经，不是啊，内才不是啊！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得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三种果报都得到了，啊，财用不缺乏。 啊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什么都不缺乏。啊，衣食住行都有大家照顾到、啊。智慧增长，这你们大家能看到的。啊，健康长寿也看到的。啊，智慧增长，法布施；健康长寿。 是无微不施啊！老师教我这三种布施，我都是兢兢在奉行啊！果报不可思议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做了六十年了啊，越做越欢喜。 第七正念。正念者，以无漏智，于应念正道法及诸道法，心不动，舍故；不动，不舍。 这叫正念啊！还是以无漏无漏的智慧与应念正道法，你应该念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是你主修的这个科目，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。 如果把它分成科系来说，比今天任何一个大学都丰富。那是学校啊，大学校啊！啊，我们一生要想把。 世尊所讲的东西，通通都学，你就错了，你学不到的。这一部大长经，你每天看八个小时，从头到尾看一遍，至少要三年。 啊，所以不是一生能够学得了的。所以，在隋唐时候，祖师大德就分科了。啊，我在这个一代十教里面，取一部分专修，就分宗。啊，大小成一共十个宗派，十个宗派好像一个学校，十个学院。 啊，宗里面再分派，那个派就好像学戏。啊，我读哪个学院，读哪一个学系，然后这个系里头，一个系里有多少部经典，我只学一部，要分科，便利修学，啊，而且佛说了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 啊，为什么？每一部经，每一个法门，都能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开悟，啊，帮助你证苦，啊，所以实际上来说，不必学很多，一门就够了。学一个宗已经就太多了，啊，一个宗里头的经论不少啊，有几十种。 啊，净土中的算是最少的。可是，如果你看看净土的典籍，啊，毛林云居士，就我跟他很熟啊，这老前辈也、啊，啊，我们也曾经一度同事，啊，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，啊，他。 退休之后，编了一部净土丛书，晋宗的典籍也非常丰富啊。啊，他编这部书的时候，我知道，我那时候刚学佛不久。 啊，精装几十册，啊，我们有没有必要呢？有必要做参考，啊，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些东西做材料去修学，太多了，也会把你搞砸了、搞乱了，啊，还是用古人的老方法，你要相信，也蛮人生。 常识选修啊，所以我现在心里想着，年岁这么大了，不再跑了啊。哪个地方找我，我不去了啊。我希望一门深入，常识选修，我这一门呢，就是大境界。 啊，先下老居士的晦集，黄念老的注解，啊，我就想在这一部书上啊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晚年专门学这部经，专依这一部经典教诲来修行，一个目标，求生解脱。 其他的全放下了，教内教外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了。啊，日本这一次是遭了大难，前首相鸠山邀请，啊，还有日本的佛教会水谷新镇长老。 啊，他们邀请我去了，去干什么呢？还是讲《无量寿经》啊？叫我讲别的，我不去啊。我们就是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。啊。什么地方请讲《无量寿经》可以啊？条件呢？他必须有摄影棚，必须有网络啊。 全世界可以收听，我就这么一个条件啊！没有这个条件，我不去啊！所以不想再劳再动啊，一个地方注定。 啊，那么我往后的进步，我有信心，啊，会超过过去六十年，啊，这肯定的嘛。那么，真理。 我就念这一部经，就念这一句佛号，这是我的正念呐、啊。正道法主修的是念佛，做道法还是念阿弥陀佛，正住都一样啊。 心住在佛号上，不动，不会失去。啊，专修，专好。啊，我们用网络，用微信，既然既是自利，也是利他。啊，中国古人讲。 独善其身了，是自立呀、啊；兼善天下了，是利他。啊，我希望有几个志同道合在一起共修。啊，人数不要超过十个人。啊，印光大师定的是二十个人，我减一半。 啊，二十个人要大福报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啊。啊，我们希望有十个人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啊，专修净土。啊，十个人不必完全学无量寿经。啊，他可以学阿弥陀经。 可以学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啊，可以修《普贤行愿品》、《跟大师之圆通章》，还有《天亲菩萨的往生论》，啊，《镜中的无尽一轮。啊，决定是经典。 不加杂，啊，有十个人，十年不下山，把心定在一起。十年之后啊，我想对佛教会有一些贡献，啊，对正法求助。 啊，那么这十个人十年之后，看缘分。啊，如果有缘，每个人可以过花一方。啊，没有这个缘分呢，那我们这个小小地方，我们不离开这个小地方。 继续努力，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时间越久越好。啊，你的成就越踏实，越坚固啊，力量越大了。啊，印光大师的成就是在五台山，而、啊、不是在这个呃普陀山。 啊，他在寺庙里头，寺庙里分配他一个工作，他管理藏经楼。他在藏经楼里面住了三十年了，心是定的。 每一天读经呢，光学多问。一旦被人发现，这是一个真正有德行、有学问的高僧呐、啊！啊，他老人家七十岁才出名啊，七十岁以前没人知道啊。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谓的。 厚积薄发，啊，他八十岁圆寂的，红发这十年，这十年红发的效果，在中国最近一百年当中第一人呢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啊，为什么积的厚，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？ 啊，所以我们现在也特别欢迎年轻人啊，二三十岁发现。能够好好的学个、嗯、十年二十年啊，那就成就大世界的法师。 他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有能力主持佛法，有能力教化众生啊！没有十年、二十年的功夫做不到啊！日本佛教有十三个宗派。 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，他们那些开山的祖师，也全都在比瑞山修行。啊，这个山我去参观过。日本人称他是佛教的母亲。啊，各个宗派的祖师。 开山祖师，全都是在这里修行啊！我去访问，特别留意啊，向方丈请教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在山上修行，最短的时间。 在山上住多少住多久？告诉我，最短的时间都住十五年以上啊，最长的住三十多年呢，啊，所以他有那么大的成就。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能有个很好的修学环境，啊，把心安定下来，十年决定有成就，啊，根要扎得深，根要扎得好。 啊，也就是释法的标准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啊，真正发心学佛这两样东西，应该是百分之百的落实了。你做到了。 从这个基础上，去学十三业道，十三业道就很容易落实。你这三个根坚固了，你就取得学圣贤的基本条件。 啊，做佛做菩萨的基本条件你有了啊。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，所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，要讲学啊，不能专门用修行的功夫，用修行的功夫。 那是读老修。读初学的不行啊！特别是对现在的知识分子啊，你要能讲学，能讲学这些经典，要能通达，一步就可以了。一精通，一切精通啊！这些经典都是文言文，嗯，所以。 还必须学文言文啊，文言文过去李老师教给我们啊，背五十篇古文，你能背，能理解，能讲，你就有能力读文言文啊。换句话说，《四库全书》《三藏十二部》，文字上的障碍没有。 啊，这个工作要做，大概要一年的时间。你一个星期学一篇，一年五十个星期，啊，可以学五十篇。如果两年呢，那你基础就更深了。啊，李老师说，能够背诵一百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文言文。 啊，那要是熟悉一百篇文言文的时候，必须要用两年,年功夫。啊，现在，世界数据。很快有一部书出来，《国学之要》啊，这是我在香港得到这么一部书，太难得了。 啊，民国初年，一些专家学者大概就想帮助后世，帮助我们现在这些人，怎样啊，进入石窟。啊，石库全书啊。啊，早年我想到，我得到第一部石库全书。 我心里就想着，这么大的分量，从哪里读起？总得有个方法了，所以我就想到要找几位专家学者，教过文的，教历史的，就文史老师，请几位，让他们在书库里头去选经史子集，选出一些精华。 啊，我们必须要学习的，啊，做一个借本，作为四库全书的导读，啊，我做了，在国内请了一些教师，做了三年，也花了一些钱，啊，送给我的时候不实用。 这说明什么呢？过文程度不一样啊！没有想到啊，民国初年就商务印书馆刚刚开办的时候，那一批专家学者老先生，他们想到了啊，他们就开始编了。这部书花了十年编辑成功啊，他后头有篇序文，我看了序文，丁卯年。 这个书完成，丁卯是我出生的那一年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书是在我出生前十年，他们完成的，太好了！我看到这部书如获至宝啊，大概可能只有这一部了，再找不到第二部了。我请世界书据一一万套。 啊，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了。有这部书，年轻人真正肯发现，你就有缘分呢，去入入四库。你认识四库，你了解四库，你对四库会产生浓厚的感情。啊，你好好的深入这部大书。 啊，这是乾隆皇帝的杰作，啊，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，啊，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稀有的，一部大丛书。啊，这个月底书就可以出来了。啊，它这个里面。 也有选的一些，都是四库的精华啊。我们台湾早年这些专家学者也做了这个工作。《国语日报》所出的《古今文学》啊，里面所选的东西都非常之好，跟这个。 《过学之要》啊，一对比，差不多将有两百篇文章是相同的啊，所以我就跟蔡老师商量啊，就在这相同部分里头，我们精挑细选选一百篇啊，那么古今文献可以做参考，它有注解，有注音，又有个换文翻译。 真正在这个地方选一百篇古文，用两年,年的时间，你文言文的钥匙拿到了，啊，你阅读史库、阅读大藏经，文字的障碍全破了，两年,年功夫可以完成，啊，德行基础奠定，文言文学好。 往后啊，你一帆风顺了，啊，你才能真正有成就。没这个基础不行啊，啊，基础要扎实，越坚固越好，根深蒂固啊。后来的发展不可思议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